lost. He saw two. My life for I have not enough minerals. You have not enough minerals. Thus I serve. Your warriors have engaged the enemy. I long for combat. Honor guide me. For a boon. Analcos. Go, Gorath. I long for combat. Analcos. For a boon. He saw two. Analcos. She has. I love your death. You have not enough minerals. You have not enough minerals. I love for combat. Honor guide me. My life for Aya. Honor guide me, she house. I long for combat. It is a good day to die. You have not enough minerals. What now, God? Ready for battle. You have not enough minerals. What now, Claws? She out! What now, Claws? She out! What now, Claws? You've not enough minerals. She's a good thing to die. What now, Claws? We saw two! You've not enough minerals. You've not enough minerals. You've not enough minerals. She out! May I be of service? I stand ready. What now, the gates? Let us attack. I thought she'd in time. I stand ready. Thus I serve. Ready for battle. Let us attack. I be of service. Not enough minerals. What now, the gates? Come on. You've not enough minerals. You've not enough minerals. May I be of service? May I be of service? Engage the enemy for combat. What? You've not enough complete. What now? Class? Go, Gora. I long for combat. Ready for battle. Your warriors have engaged the enemy. I don't need your enough. I long for combat. What now, Claws? May I be of service? I long for combat. What now, Claws? I am complete. My life for Aya. Honor guide us as a tackle.啊，看来真的有好戏，那么好戏这么精彩，不容错过。又是一场老毕对阵火星，针尖对麦芒的比赛。那么今天的话，时间已经是快到韩国时间12点了，就是北京时间11点。这应该是第一场比赛吧，这个比较赛第一场比赛，然后应该是韩国人点播的一个比赛。啊，今天老毕的直播时间也已经很长了，我记得应该是晚上是6点多钟就已经上线了。那么不太清楚今天老毕有没有跟谁练习过，现在一个状态的话看起来双方其实感觉都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I'm sorry.
啊，第一张地图是断路器。我们知道之前的话，事实上老 B 在断路器上非常的强，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就是火星他的一个对打法的研究之后啊，我们就发现火星在断路器上对老 B 真的是有一套的。也就是说，他在老 B 开三矿的这个时间的话，会给老 B 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然后老 B 这里开三矿就显得非常的危险啊。另外的话，他这个火星这个打法，中期这波赤蛇过来，一是可以压你三矿，第二时间就是，有时候是压不掉这个三矿，但是可以拖延你开三矿的时间。那么这里的话，我们看到这一盘其实已经是把，老 B 的三矿是压了回去。主要原因我觉得还是因为近点吧，近点可能重组的压制力更强一点，如果是在远点的话，可能是只会起到一个拖延三矿的一个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如果是拖延三矿的话，那么老 B 其实还是很难打，因为这个三矿的话毕竟是没有气体的。那么老 B 开出来之后，正常来说就算是远点的话，开出三矿，老 B 的选择也只能是继续猥琐开四矿，那么给了虫族大量的一个运营，加上暴兵的一个时间。然后这里的话，这一盘其实更亏了，这一盘三矿都没有能够开出来更不要说开四矿了。而且老 B 后续的兵力为什么全部是龙骑？这一波龙骑的话其实非常的亏啊，龙骑我们知道非常的贵除了这么多龙骑，闪电数量也可想而知会变少。好像卡在这里了不要紧，我们等这个机器人自动恢复吧。这龙骑强行出逃，但是被赤蛇一个一个点上。那这样一个选择，其实老 B 的话，他还不如说选择是两矿先强力暴兵压虫族，然后再选择开三矿。那么这个时间点是被对手压了回来之后，自己不得不采取一个两矿暴兵的一个态势，而且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他的主矿其实水晶消耗的非常的非常快。火星这个时间点其实可以适当的转一些 lurk 转一些 lurk， 然后利用阵型的话在高地上进行一个消耗战，是非常可取的现在这个赤蛇火星仗着自己 HM 高赤蛇都是跑路都是从两个方向跑。外面的世界火星的话已经是小狗和房子全部开图，那么看得很清楚，老毕的人口是130离这个他正常来说主力出门还需要20人口，也就是还需要至少一队兵。走这个位置其实还是比较可取的。为什么说呢？这个位置虽然你说打上坡打虫族，打虫族的话其实很难上坡，但是这个位置虫族也很难包夹你，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可以形成一个消耗。老毕感觉这一盘是完全是被刚才三矿被端之后怂了他选择想开三点钟的那个矿，三点钟其实更开阔了，我个人觉得三点钟的矿更难开，还不如12点。12点的话，你在12点不断的用龙骑加上闪电进行一个消耗，顺势再把12点开出来，我觉得接下去还可以打。
那么你现在把主力压到野外之后，那你这市况怎么开呢？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哎呀，现在看到三矿事实上也是受到了虫子的威胁，主要就是你十二点没有兵，十二点炮台也没有啊，给留给老毕的时间不多了，老毕必须靠这一波主力打出点优势来。162的人口，好的，卡拉卡拉又走了，好的，强行上这个高地，这个高地非常的重要，这个高地上了之后的话可以形成一个居高临下的打击态势。火星也是用他的Lurk不断的拖延时间，但是后面的话，好的，火星形成了一个包夹的态势，包夹的态势可能是包不下来，但是还是可以消耗掉神族大量的部队。那么神族一旦是主力消耗的七七八八，后续虫族就不足为惧了。哇，这里闪电还是非常的漂亮，虫族的部队过来之后都变成了一排血水，但是后续虫族毕竟补兵快啊，而且虫族还有很多，应该还有不少部队没有 A 过来。好，老毕继续这一波，就看这一波了啊，就看这一波。火星在这个时间点还想的是用去形成一个包夹的阵型，优秀。好了，感觉撑不住了啊！老毕在一分钟之内会打出自己。啊，这里再开矿已经是黄花菜都凉了，这里不需要再开矿了，后续继续爆兵吧，趁这个二矿还有一点点水晶，重新再憋一波主力。啊，行吧，这个时间点再开矿。这里就看火星给不给他这个把矿猥琐出来的机会了。我觉得火星的话还是这里是可能会发起一波致命的攻击。哎，老毕现在是前怕狼后怕虎，怕自己的三矿是被虫族偷袭，自己的四矿也怕被虫族小狗溜过来咬掉，现在非常的难，非常难摆。虫族现在一个塞本的蝎子应该是快来了吧，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会看到蝎子，如果能加入战斗的话，其实现在根本是哇，这对叉子打酱油的千万不要送掉，叉子利用他的速度赶紧逃吧。好，老毕强行把自己的四矿开出来啊，主力上下掩护啊，虫族野外这个只是虫族的一小波部队，应该是也已经看起来很恐怖了。哎，老毕，哇，这个时间点你还想猎鹰刀？你还别说啊，老毕在刚才一度我看快要GG的时候，现在又憋出了150的人口。
火星这个时间在干嘛呢？啊，又有傻逼喷子来了，给他给我禁言了。这里老毕啊，又爆出一波，哇，180！哎，火星这个时间点，我感觉非常奇怪啊！火星这个时间点竟然没有一波打击，这个时间点的话，刚才老毕一度是人口降到了120，啊，让老毕猥琐出自己的四矿之后，火星。他的主力在干嘛？火星，火星的主力在干嘛？啊，火星自己搞猥琐去了。三矿，这个四矿的话，搞了这么多一个地堡。好。诱敌深入，我期待看见火星的主力过来包夹。火星主力呢？不会吧？火星，你这个戏也是演得太好了。这火星的主力就是这么多一些狗吗？啊，是吧？哎呀，火星稀拉拉，到现在一个主力，刚才神族在自己的主力打自己打火星的四矿的时候，神族的主力事实上一半已经是探到了这个四矿下面了。然后刚才那一波的话，其实火星非常有机会，直接是把所有的主力拉出来，啊，给神族来一个饺子啊，包饺子。那神族就接下来就是GG的一个节奏了，已经是。啊，这样的话，火星自己先把自己的四矿送掉，送对手一个大蛋糕，等于说，然后又让神族且打且退。虽然说也是把神族逼退了，但是神族。毕竟是还是保存了一点点主力的，啊，这个选择觉得非常的奇怪，啊，有观众说火星在玩弄老子，好的，这个时间点还想着骚扰，感觉有点像宝儿的节奏，感觉正面打不过了，我就开始骚扰吧，反正也没事干。好，挺漂亮的一波骚扰，但是有用吗？啊，我确实啊理解了火星的一个良苦用心啊，那个不能对不起粉丝啊送的点播的气球啊，一定要把比赛打得更精彩啊，所以这一盘多拖了10分钟时间。啊，老毕这个点位的一个矿的话，是算偷矿了。
而且这个矿是没有水晶的，偷这个矿的意义何在？多抱一些叉子吗？好漂亮，坠机了。继续继续空投啊，毕业出了运输机，接下来是运输机不断啊，主力掩护开矿啊，为什么老是只能在劣势的情况下再想到取消？这个地方老弟啊，这个地方确实，你的这个地方刚才也说了，从这个位置上坡的话，你自己的部队不容易被包夹，但是也很难上，很难上坡。好，老弟又开一矿，五矿已经是在右下角透了出来啊，现在已经是开六矿了。好的，漂亮。火星待会儿看来要用大牛解决战斗了。你这个老毕现在只有两条金甲，然后正面一个白球啊，都是屌丝型部队。再来一口红通通，感觉火星可以多线打击了，已经是这个时间点，只要框框 A 就行了。这个时间点还搞什么操作呀、啊？哇哦 ，GG， 漂亮！这一场比赛太精彩了，打了一个超级大的大后期，感觉老弟是被玩弄了呀。好的啊，很快又来到了第二场比赛。好、哦、优势地图又来了，斗魂啊，这个地图上我就感觉火星会不妙，这地图三矿太容易开了。那么我觉得火星在像这种地图的话，就要学一下白 hero 的打法啊，前期给你来个假 rush 啊之类的，或者说来波提速狗啊。哦，谢谢我们我刚才没注意啊，有位叫 Moses 啊，送了好多赏和赞，还有我们的管理员啊，谢谢。啊，今天我决定解说到12:30。怪不得看起来这么眼熟，原来是刘备啊，刘大哥。好了，好，
无法失败的干 B 机乘以二，也就是无法失败的双 B 机又出现了。好的，其实我不太想那个爆粗口，但是没有办法，有些人就是不长记性，他们有些喷子就是不长记性，所以骂一骂，希望直播室更和谐一点。但这一盘运气是站在我火一边，那么火星的话在原点，而第一时间两条狗过，一条狗过来一看，你两个叉子已经出门，火星不慌不忙，后续又补了一点狗。那么火星以他500的 APM 现在的狗的话，已经是进行了一个1024线的跳动。哎，好的，就是不跟你接触，但是就是给你干扰，这里老兵很蛋疼，他的两个 prop 能不能两个 prop 虽然走了过去，但是一个叉子感觉有点后续有点困难，赶过来的话，好的，还是赶过来了。哎，好，漂亮，优秀，我现在操作就是到位啊。怎么样啊，这一波挡住了吗？还过来，赶过来啊，插农民，这样插插速度插插输出越来越少，感觉像这种插插 rush 的话，就是要保证插插是不停的输出，不管是输出在狗身上还是输出在这个基地上面，反正不停的输出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样不停的耗的话，事实上对重组是有利的啊。rush 下来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了，就是我火操作细腻，500 FPM 胆子就是大，就不需要补地堡，来啊，干他！好，老毕的阵型确实优秀，保持得非常的好。火星也是用农民在穿这些叉子，但是老毕的叉子还是保持很好，有三个农民的助阵，老毕的叉子等于说有一攻，哇哦！这波消耗了很多的狗啊，不得不佩服。这里老毕有点贪呀，这边没有把握好一个阵型啊，这里有点贪了。刚才是的话，让一个狗形成了一个包夹的扇形啊，没有形成一个叉子包狗的一个刚才最好的一个阵型，所以这波叉子还是送了。接下来怎么防啊？这波奇数狗一旦进了老毕家里，你这个哇，老毕这个一个叉子也能堵住入口啊！不得不说，老毕的叉子既是自带一攻啊，又是比较的肥。好，500 FPM 的那个小狗跳动起来，老毕你混，你慌不慌？老毕很慌啊，不敢开二矿，赶紧先把 BY 造起来啊，先造个飞机场看看神族到底是在干嘛，然后接下来是一波什么赤蛇之类的，开二矿就挂了。
这个地方老毕是啊，被火星已经是看穿了一切，火火已经是上帝视角啊，观察老毕，那火火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思路在打。哎哎哎！哇，果然我说的没错吧？那个老毕的叉子兵就是胖，挡住了一个不可能挡住的啊、一个路口。有观众说这局好像是平局，你看过吗？我感觉我火的飞龙或者是赤蛇马上要来了，老毕还是浑然无知。啊，这两条狗是后面进来的。那么第一次进来两条狗其实已经被老毕解决了。老毕胆大包天呀，这个时间点正面进来还没有地堡啊，现在才不地堡。而且是前置的地堡，赶紧补地堡。感觉老毕这个地方确实地堡补得太慢，待会儿如果一波 Lurk 过来火星这里的话，也是尽全力已经在跳狗了。这第三波跳狗送掉之后，哎呀，老毕还是侦查上我觉得出问题了。现在哇，三个海盗是在杀房子，但是正面正面来了一些赤蛇，但是我觉得正面确实这个时间点火星的科技可能是已经是非常的快了。哎呀，好，这些叉子兵其实都是红血的，在火星的操作之下基本上无法就是靠近这些提速的赤蛇。哇哦，极限，我只能说进来被老毕防住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先看老毕的叉叉提速怎么说好了啊，感觉正面还得补些地堡啊，这个前置地堡太危险了，而且没有一个好的阵型的地堡，这个地堡就等于是被喷的。多亏这些叉子是不断的吸收火力，但这叉子消耗也是有限的啊。这打的双方打的太极限了，好，叉叉提速好了啊，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个节奏，叉叉撵着赤蛇跑。但是你这时候敢往前压吗？火星家里有很多赤蛇哦。啊，好在叉叉是
啊，脚力快，又逃了回来。啊，正面还得补宝，我觉得。那么老贝的闪电刚才是看到是升级到一半，应该这个时间点，但是闪电还没出啊。啊！火星在等什么呢？火星。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啊！鼻血哥给我们正确的指示了啊，说回到了正常的节奏，双方等于说是重新开始。但是我感觉你这个话好像是奶了一口啊。原来哦，我懂了，我懂了。我知道鼻血哥的意思。啊，鼻血哥，你就不要强调了。你我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我确实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因为之前的话，我看到过很多场，就是火星跟其他选手的一个比赛啊，你每次都是说什么啊，双方是均势，但是从我的角度看来，每次都是觉得火星是优势的情况下，你才说，然后双方是均势这样一个情况。啊，可能我的理解确实有点偏差吧，这点我必须得承认。啊，我刚才说了，就是因为我的理解也是有限的，我们看直播室观众也有认为是军事的啊，很正常，因为我们毕竟只看了老毕的一个人的视角，没有看到火星的一个视角啊，不知道火星有多少兵力。而且火星这一盘感觉啊，前面跳狗是跳得非常的好，但是还是出击的节奏感觉慢了。这样的话，老毕主矿已经是快干了，然后二矿还有非常多的水晶，那么形成两矿暴兵，然后现在科技已经起来了，两矿暴兵可以支撑很长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老毕这一波还可以啊憋很长时间。You've not enough minerals.
宝贝继续在他的主力的话不断的是游走，然后后续的接兵也是非常的快，马上到打击 timing 了，146，还有四个人口，就是两个兵，就到老 B 的出击时间了。火星这个时候进来把他的这应该是一对小规模的部队来干扰老 B 的三矿的，我还以为他把主力拉出来跟老 B 决战呢，这个绝对是不可取的。现在的话火星得变一些 Lurk， 然后配置在正面，另外的话一个四矿也要搞些 Lurk。 好，这里截一波，好像老 B 的阵型出现了一点问题，一些兵的话稀稀拉拉也得脱节，但是包围是相互的看到火星这一波是吃掉了老 B 几个兵，但是自己的也是一小波主力是损失了。对啊，现在就看老 B 是打正面的雄石，想开自己的四矿，正面 Lurk 毫无疑问是很多的这个时间点老 B 还没有，还就是操作还是很细腻，看海盗还逃得很快，如果给登哥来打的话，这海盗可以送掉专心正面了。好的。神族混合部队是越来越强了。哇，吹库拉西了。好，后续虫族来了一点救援的，但是阵型上还是不是特别的好，而且老 B 这里闪电还有很多。老 B 继续闪电开路。这波消耗了虫族很多部队啊。感觉火星已经大概挡不住了。好的，那么这个比赛难道真的是第三场我就又是断后期，好的，还好。那么我们知道断后期上火星还是非常有机会的，在斗魂上确实老 B 是更技高一筹，没办法。You've not enough minerals.
啊，对，啊，这里又不得不说了啊，看来我还是对星际的理解是，比较的稚嫩。鼻血哥说那个时候是军事，那还真是军事，甚至上，事实上是人口上还是老毕啊，还是领先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哈哈，感觉有点像九 D 啊，先放 BC， 对，这个探路有点悲剧，只能说。啊！啊！啊！我没看见一个细节，是同归于尽了吗？两个农民。好的，我还以为是探路的悲剧啊，原来是，老毕对自己的农民操作非常非常的自信，那火星也是对自己农民非常自信，双方都是判断自己的农民会将获胜，但是实际上，上帝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啊，双方同归于尽，优秀啊，我只能说两个人都非常的优秀。那要是 Flash 来的话，我觉得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啊。Flash 的判断可能离这两位的话还差距大了一些啊。另外的话 ，Flash 用的是 SCV 啊，这两位都有点怂啊。前期叉叉的打酱油，那么这已经是第二个打酱油的叉子了，是被火星抓掉啊。火星这里非常巧妙的一个 overload 是飞到了神族家里啊，看清楚老毕现在一个科技的一个手势。好，看来这一盘又是天地双轨。不会吧 ？VR。哎，如果是 VR 的话就非常奇怪了。
倒闭变糟了。李亚洛选择 VT， 哇哦，两个自杀啊！这里火星应该是看到了，家里应该做好那个防空投影刀啊！这个自杀来得太及时了。好，这里我感觉火星的话其实哎，房子这一波其实也很容易做好一个建筑学嘛。哎哇，这个地方还要拼操作，哇，无语了。这里火星需要做好建筑学，然后主家的话我个人觉得至少也要造一个防空吧，造一个防空，防止那个倒闭空投引刀，然后二三矿的建筑学要适当的猥琐一点。两矿还不错，老毕的海盗操作也是没有损失一架。来了，运输机来了，引刀，哇，非常的及时，两把引刀。那这里的话，老毕肯定会打一个三线，叉叉一线，海盗一线，引刀一线。哎，叉叉先进投入了战斗，这是不科学的。哎，啊，似乎也是吸引到了火星的一点注意力。这波叉叉是潜在啊，可以站也可以退。然后海盗开路，空投来了，有没有机会撞啊？看到了，看到了空投引刀，但是没有撞到这个运输机。哎，哇，还是啊，被撞掉了。无处不在的操作，双方都是。那老毕开三矿的时间，火星这里还派了一些狗啊，过来给老毕啊挠痒，狗还撤回去了，这你敢信？那么火星这里在四矿拍基地，马上就形成一个四矿八基地的暴兵。老毕看了一下自己的闪电科技，已经是马上就要升级好了啊！这些刺客敢过来的话，就给你来一把痛快的闪电。哎，这里刺蛇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房子。啊，这一盘的话又和第一盘是不一样了。那么老毕这一盘是顺利的开出了一个三矿，主要还是
老毕采取了一个策略，就是空地一起加空投引刀。虽然说那空投引刀是失败了，但是毕竟的话，老毕这个战术逼迫火星在前期二三矿位置补了很多地堡，然后主矿的话也是进行了一个防守。那么这样的话，它导致就是火星它的一个在中期就缺乏一个爆发发力啊，火星顺势采取了一个四矿，干脆就四矿运营了啊，四矿运营跟你打后期。其实这个选择也是可以的。Adon Toridas. I'm ready for battle. Functions in my way. Sir, your warriors have indeed not enough minerals. You've not enough minerals. May I be of service? I stand ready. I long for battle. Ready for battle.如果这个局面的话，我觉得是如果给小林来打的话，其实小林更稳健一点，他会在打这种四矿先猥琐，然后后期爆发的一个战法的话，小林会打得更更好一点。那么火星的话，他事实上不经常用这种打法。好，老弟人口180，城主想来包家很困难。三面包家，三面被电。这个太不讲道理了，老毕这个大部队操作正面不停的在消耗，看见你过来包夹，他的主力就回撤一下，不给你包夹的机会。好，拉近了龙骑点 Lurker。好的，茂盛火星的这个是他的一个小狗的一个狂爪，输出非常的给力，把吃掉这一波。这波真是太危险了，我感觉眼看就要被打穿的样子。
warriors have engaged the enemy. Let us attack. She house. I long for combat. Thus I serve. 哎，老兵不要在这里送叉子兵啊。好，这里火星的话派了一波狗，也是很好的干扰人。老毕开自己的五胖，而且这个刚才的话，老毕是一波主力是进攻火星的二矿，那么六点钟的矿，也就是说在主力的护卫之下的。现在的话，反而六点钟觉得是非常的空虚了，直接几个技宝。那么火星现在以他的科技的话，一些狂狗过来就可以打掉什么的，打掉这个六点钟的。这个分矿啊，老毕是派了几个闪电，但是这两个闪电也不够看，技宝也太少了。赶紧，我觉得金甲的话，赶紧再去守六点钟了。啊，六点钟已经来了，先来一些狗消耗你的闪电啊，然后再来一个蝎子，一把黄雾，问你怕不怕？老毕非常的害怕，赶紧主力全部拉过来。啊，感觉这一波很难顶啊！老毕的金甲赶紧投入战斗吧！啊，金甲还在那边看戏，金甲还没过来。这个地方来两个金甲的话，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哎哎哎哎，这里是来闪电，也消耗了重组很多的一个部队。好的，我感觉这个时间点又到了第一盘一样的一个局势，就是说老毕是120的人口，然后火星如果想玩一下也可以，打得看起来局势更焦灼一点也可以，就让火星啊，就让老毕那个六点钟的矿，或者是让老毕是六点钟稳妥的踩的，但是一定要打掉三点钟，或者是打到六点钟让老毕新开出三点钟啊，都行。啊，在你才130人口，120，110，啊，金甲送掉，姐姐，啊，这一盘老毕很干脆。고맙습니다추천한번씩눌러주세요看来啊，以前说的老毕是在端午棋上是非常的威武，端午棋是老毕的主场图，但是现在看来局势已经是完全逆转。那么我记得火星之前刚刚就是说之前和老毕打端午棋上球的话，火星每次采取那种就是四矿八基地
啊，先猥琐，然后再反击的一个战术的话，每次被老毕都压得很惨，经常是被老毕高人口的一个部队给打死。然后后来的话，火星渐渐是变招了，选择是跟老毕中期交换一波，中期强起刺蛇，给老毕三矿来个强力压制，特别是火星的两线刺蛇用得非常的好，上下左右前后的一个穿梭，老毕三矿开得非常的头疼。那么这一盘火星采取了他不常用的一个战术，就是回归到之前的一个四矿八基地或者九基地的一个暴兵的一个打后期的一个打法啊，中期那波防守其实也是非常的吃力啊。但还好啊，熬下来了。好了，我们这场应该是韩国人点播赛就结束了，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比赛。